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，谁知道啊，上帝？你的善良，所以我跟各位说，当你跟神的关系建立好，明白主的心之后呢，你每一次查验，哦，主，当主认为是善良、纯全、可喜，你心里面也有一个确定，对，这是一个美意了，这是主的善良、纯全、他喜悦的旨意了，各位了解吗？所以在神的心反照的东西，当你查验你的关系，你的心跟他心连心的时候呢，很奇妙的就会反射到你的心里面，哦，这是善良、纯全、可喜，这是确据，有这个切据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要怎么到这个地步呢？现在我们来解释三句话，也是一样，三句话。第一，你们要查验这个神的美意，哦，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第一句话是这个，哦，不要效法。各位，世界是什么？各位，世界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其实我们从小就知道了，这个世界的味道、声音、颜色、感觉，这是没有人教我们都懂的，没有人教的，是与生俱来。哦，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原文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 pattern， do not conform to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。 那个 pattern 这个字很重要，哦，pattern 是形貌的意思，这个世界呢是这样性的，这样走的，这样反应的，这个是一个 pattern。 所以你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里面的情欲，这一切都是什么？你们知道的，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夸耀享福，其实人都是活在这个世界，以这个为动机来活，靠这个来活，最终要得到这个的满足的。走来走去，不管是科学家、哲学家、做乞丐的什么的，都一样，都一样。他们要的就是这个世界，你们闻得到吗？你们懂的。你们还没有重生前，你们固有的那个，你们知道，你们活着就是为什么？从你们生出来就是哭，要喝奶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个人生出来是荣耀神、赞美神。你长大，你有理性之后，就是要得什么？缺乏就是贪。成功就是骄傲，输给人就是自卑，对不对？然后有问题不方便的时候就是埋怨人。世界的 pattern， 世界的形貌就是这样的东西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们要查验神的美意啊，你们要开始闻到你们从来没有闻过的味道，你们要开始看到你们从来没看过的颜色。各位听得懂这句话？所以有一种味道是天国的味道，你闻过吗？有一种颜色，有一种赏赐，换句话说，那个赏赐是什么？不是你得到人的称赞来开心，乃是你行了神的美意之后的喜乐、平安，得到神的称赞。这个味道你闻过吗？这个赏赐你尝过吗？所以这个是没有重生的人根本不懂的。一个没有重生的人，他可以来教会，他服侍，然后他得到很有满足感，这个还是世界了。因为他得的人的满足感跟神你给我的那个赏赐的那个满足，如果没有一丝一毫尝过，没有，你不明白为什么这个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 pattern。 分得出吗？分出不要效法，不要效法。那效法是什么意思？效法是不要继续留在的意思，不要配合。所以亲爱的弟兄们， 你怎么不要效法世界啊？没有办法，不是，就是这个世界的引诱来了，世界的味道又来了，闻的时候很爽，吃的时候很痛快，得到人的称赞的时候很满足，钱多的时候很安然，太爽了，这个就是世界的味道。但是呢，有一天你跟你自己说，主啊，我不要因这个满足。当人称赞我的时候，主啊，人算什么？不要因这个开心，你要因这个开。所以呢， you stuff your flesh， 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？ stuff 叫你那个喜爱世界的肉体，那个旧人饿肚子，叫他饿肚子。因为当你越被世界满足来开心的时候，你越不能逃出那个世界的 pattern， 不能。我给各位一个例子啊，其实呢，我们教会教导方面，在这个方面啊，我觉得
我知道这不容易哈。我们很多主日学老师也跟牧师说，这个教导的东西啊，要怎么给这个孩子明白什么叫肉体，什么叫圣灵？因为我们与生俱来的东西，这个叫 instinct 本能，很容易做到，很容易尝到。你靠情欲，比如说你生气骂人的时候很有力量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靠圣灵，圣灵充满爱那个人来骂他，哇，这种东西很难呢，生气骂人是最有效的，所以就每次生气啊、血气啊，靠头脑方法然后做啊，很容易、很直接。但是另外一个方法不习惯，所以现在为什么圣经先把真理给我们，圣灵帮助我们？但是现在我昨天说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走得太快，什么东西都是讲体验感。人家体验到的时候呢，哇，很爽，马上就跟着。你的 Facebook 里面很多 like， 哇，来来来来来来，300个 like， 400个 like， 哇，凶！讲一放一个东西上去，没有人 like 啊，吃这个东西好吃，没有人 like， 我去哪里玩，没有人 like， 哎呀，险！那心里面觉得有一点挫败，所以这个就是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。我们喜欢人跟我们一起认同我们，对不对？很奇妙的。但是我们也明白这个难处，所以有时候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要安慰人，我们也明白人有肉体，但是我们呢不是要得人的赖，我们要知道人在软弱的时候，我们也通过这个方面来安慰人。人难过的时候，与哀伤的人一同哀伤，与喜乐的人同乐，对不对？哇，他得安慰，所以我们用属灵的方法，但是好像透过，好像看起来是世界的，但是把它属灵化起来，因为人有这个肉体。需要得安慰，很奇妙，对，但是的确我明白这个是我们一生学习的。现在我们教导人，教导孩子，昨天我说 reactive teaching， 你们明白吗？什么叫 reactive？ 他们遇到一件事情，马上透过那件事情给他们一个教导。我发现这个就是主耶稣的教导，我们讲课堂教导的东西，你们回去就忘记了，但是你一遇见一件事情，门徒们一遇见有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海浪来了，担心了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？马上就 跟他们说，对不对？所以最近我的儿子他是 踢足球嘛，所以踢足球呢，每次踢赢的时候呢，哇，很开心，然后回来之后呢，哇，好像自己是全家人要服侍他，然后他赢，哇，赢了很爽，然后很累，不要做功课，然后就拿哥哥来打他，然后跟他玩了，然后呢就是，然后什么讲，但我就感觉他有点肉。我就说，你孩子，你踢球踢了，哇，很爽，对不对？赢的时候 ，the feeling of winning， 赢的感觉很爽，对不对？赢的感觉。然后呢，大家一起庆贺，然后玩的时候呢，彼此骂，教练也骂你们粗话，哇，快点啦，畜生，快点跑，哇！但是你们也被骂，然后最后赢了，很爽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有没有为耶稣赢？我就问他了啊，你懂什么叫为耶稣赢吗？为耶稣玩了，但是这个是观念，但是我要他明白什么你叫为耶稣赢。其实呢，每一个人在那个球场上，他们对要赢唯一的目的是这个，赢了之后要夸耀，这是第二个目的，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已，没有其他的目的了。有哪一个人为耶稣玩，然后玩的时候你心灵里面，因为你要荣耀神，然后不被这些的那种荣誉，我就冲昏了头。那个东西，以前我打球的时候也是这样啊，所以打到脚断。所以那时候呢，不被那个东西冲昏了头。所以我就跟他说，你为耶稣玩，你为耶稣赢的话，在你玩那场球赛的时候，你的 attitude， 对不对？你的心态，你的态度 ，you play your best， 不怪人，然后赢了之后不骄傲。输的时候不发脾气，然后赢了回来之后呢，该读的书读，对不对？该做的事情做，这个就是你为耶稣赢了。就算你输了那场球赛，但是你为耶稣赢了。你们明白吗？这个东西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是我们人间里面的另外一种味道。我们这个方面少尝到，这种的喜乐满足少尝到，所以我们发现。主的美意是什么？不懂。我们最喜欢讲这句话，我不懂主的美意，我不懂。其实不是你不懂，是你的心不能配合，你的心不能配合，头脑就关起来，不懂，就是这个问题。
Do not conform yourself to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.